怎么样？一样的，还是乱。 这个样子，这简直就是天书嘛！专大军，嗨，你可以肯定这一切都是按照白大义提供的方案破译的吗？嗨，保安局截获的密电，译出来的也是乱码。所有的都是这个样子吗？都是一样的。乖，这就乖了。 专大军，你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以你之见，这里面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现在还不好说，但是我认为问题的关键还在白大义。那好，你火速赶到白大义处，听听他到底怎么讲，核实以后马上向我汇报。 白先生，这是根据你的密码溢出的电文，请你解释一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根据你的方案溢出的电文。这哪是什么电文呢？ 这分明是一团乱码呀！啊，所以我们要白先生解释一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我怎么知道啊？会不会是你的方案有问题？不可能，我的方案是绝对不可能出问题的。可问题又是明摆着的，一句也没有译出来。 这会不会是你们的编码程序搞错了？一个人可以错，10个优秀的解密员不可能犯同样的错误。是的，我想问题还是出在白先生您这儿。白先生，你不是在把我们当猴耍吗？哦，白先生，我们来是向你请教的，有很多问题我们搞不清楚。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所以请白先生您做出解释。是这样，给白先生擦擦汗，让他好好想想。啊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鬼东西？啊，这怎么回事？现在还不好说，野夫机关长怀疑那个密码专家在耍小聪明。什么意思啊？他漏了一手，还藏了一手。哼，想进就不知吃罚酒啊！ 这密码专家还没有真正想通道。进来。那野副机关长突然让我们去整理那些没有破译的密电，那么大的工作量，这活怎么干呢？你自己看看吧。破译处的人忙了几天几夜。 就破译出这么些鬼东西来，这要是让中村将军知道了，那还不大发雷霆啊？这不乱码啊！我想，这只有一种可能性。什么？肯定是他们篡改了我的密码。是谁？这我怎么知道啊？肯定是他们
派了密码专家。既然他们请了人，为什么不重新设计一部？到目前为止，他们没有能力设计一部高级密码，他们现在也只能是在我的基础上进行一些调整。 白大一再搞鬼，还是又一个充满陷阱的阴谋啊！我得尽快探听一下。重庆特使就要来了，次白计划还有没有意义啊？ 白先生，中国有句老话，你应该比我清楚。这解铃嘛，还需机灵人。既然你认为你的密码被人修改了，那么要破掉这个修改，使它回到原来的程序上。这当然也非你莫属。我相信这对你来说只是区区小事。哼，因为这毕竟。 是你精心打造的作品，那我试试看。不，不是试试，你一定能够行。只是现在时不我待啊，所以我希望你在最短的时间内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。你说，白先生，最短需要多长时间？ 如果上帝保佑的话，这恐怕需要一两个星期。好，如果运气不好的话，不，白先生，你的运气一定好，大大的好，你的上帝也会保佑你的。是，我们大日本皇军。 是由天皇保佑的，白先生。我知道你有个小儿子，听说特别的疼爱他，也难怪。人到中年嘛，喜得贵子，这应该是一件大大的幸事。只是这一段时间你没有在家，你一定对他格外的思念吧。 意思啊，你们！作为朋友，应该给你汇报，我已经派人去接你的儿子了。现在他们就在回来的路上，很快，你们父子就会团圆的。中村将军，我……白先生，你不必担心，你的小孩在大日本皇军的土地上，不仅生活的幸福，而且。 更安全，白先生，我们可以把你的儿子接到我们的天皇幼儿园，在那里接受最好的教育。但是，在那里对他来说，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，就要白先生来决定了。白先生。 白先生，你现在可是重任在肩呢，你不必分心。我坚信，你的运气一定好，很快你就会大功告成。如果运气不好呢？不，
没有如果。白先生，请继续工作吧。白先生，请吧。知道你刚才都在说些什么吗？将军阁下，你在泄露大日本皇军的最高机密，你知道泄密是什么罪行吗？嗨，我警告你，绝不允许再有下一次。滚！嗨，先生，我觉得这事儿不像你说那么简单。为什么？他要是不说，那他可以都不说呀。可他总得应付日本人呐，他说一些，藏一些，这说明他的心理防线还没有被攻破。这，葛玲，密码你比我们熟，你说说看，他怎么能够说藏一些，又再说一些？是这样的。这密码呢，就像是上了锁的保险柜，要想打开保险柜，就必须要用钥匙打开。比方说，现在这个保险柜有五把锁，可是呢，他只交出了两把真钥匙，还有三把假的钥匙。现在锁打不开呢，他就推说是别人把锁换了。哎，这样他两头都不得罪。懂了，那又带来另一个问题，他没交出的这些把钥匙。要是是桂系军队已经换了呢？这不可能啊！那咱们就应该把情况通报给重庆，让他们帮助咱们核实一下，看看这部密码到底被修改过没有。如果没有，这说明他还在跟日本人兜圈子，这对咱们是好事。对，格林，马上向重庆发报。好。通行证是怎么到刺客手里的？你少在这跟我吆三喝四的。你知道我大舅哥是谁呀？谁？日本宪兵司令部长官的亲信。叫什么？名字我不能告诉你。官儿看来挺大。我是在例行公事。好啊。哎，那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。你算老几呀你？不就是一个校官军衔吗？进到这儿来，你就没法出去了，就是天皇也救不了你。我有中村将军的授予，随时随刻我都可以把你毙了。掉了，掉了！丢哪儿了？就一个通行证，我哪儿记得呀？我仔细想想，不知道，忘了。用大刑！哎哎哎！别！我说，都说实话，行不行？但是，你们得答应我，替我保守秘密。是这么回事，我在望春楼，我养了一个小的，我老婆不知道这个事儿。有一次呢，我偷偷到望春楼去。没想到我老婆带着大舅哥来找我了，我一害怕就直接从窗户跳出去了，一紧张，这衣服就落在路上了，通行证就在那衣服里。去望春楼。是。把他关起来。是。哎，我说都是实话，放开我。
谢谢。啊，先生，您来了。先生，里边请。行，先生就在这儿，您稍微等一下。此事叫王天木，我们认识。他来了，点名让我带着你去见他，可见他对你的重视。见了面别拘束，有什么就说什么。明白。王大伟，二位辛苦了。长官辛苦。这位是雨花台。是。坐。看到你们安然无恙，我的心里是最高兴的。纪明寺，你的小组一直战斗在敌人的前沿，多次的为党国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你们的生命和价值，就像党国的事业一样崇高。我这次来南京，主要是想见你们。我给你们带来了重要的任务。但是，请说，白大姨。是党国的心病，我们必须要除掉它。请问，白大姨的密码查清楚没有？经我们核实，贵字一号的密码从未被修改过。这说明他一直在骗日本人。对，他在跟敌人兜圈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还非要刺杀？从目前的情况看，他跟敌人兜圈子是好事，但是另一方面，也表明了他的一个心态，他不想直接的拒绝敌人，他想蒙混过关。这样的小把戏，终究是骗得了一时，骗不了一世的，他随时都可能崩溃。咱们可以考虑营救嘛，他也是为党国做过贡献的人。不行，代价太高了。他有一个儿子，可能现在落在了敌人的手中，这就是他的软肋。如果有一天，敌人把刀架在他儿子的脖子上，到那个时候，十有八九他会投降。所以，戴老板派我专程来，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做掉他，即使是做错了。也要做掉他，因为广西和鄂西是我们的后花园，后院起火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陈大弟，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，你是想问我，明明知道这个白大姨在撒谎，可我为什么不揭穿他，对吧？将军阁下。白大姨是在故意拖延时间，我们应该采取更有效的办法。川岛君，要一点耐心吧，坐下。哎，现在是关键时刻，要知道，突破一个人的心理防线，并不比突破一座城池要容易。哎，看得出来，白大姨最重视的是他的小儿子，这正好是我们最好的突破口。按照阁下的指示，我们正在安排他们父子见面。我想，那个场面一定会很感人的。川岛君，
你要明白，中国的文人没有几个能像文天祥那样，但白大爷更不可能。哎，那些潜入南京的军统分子有没有什么线索？我的特高科正在调查，保安局也在协查。好，绝不能让这些破坏分子破坏我们的新秩序，还有那些可恶的工党分子更不能消失。嗨，我们应该庆幸他白大姨有心地跟敌人兜了个圈子，这样为我们的行动挽回了余地。现在看来，他一时半会儿还不会说，还能撑一段时间，但是不会太久。戴老板决定，暗杀任务还是由你们小组负责，要尽快制定策划，尽快行动。是，我们一定不辱使命。有什么困难吗？我们缺人手。这个我知道。戴老板已经给你们派了一个得力的成员，这个人很能干，是戴老板亲自点的将，他多次完成重要的任务，是戴老板最赏识的。你们一定要好好的配合。这次任务完成之后，我考虑向戴老板请示，把你们调回重庆。高官厚禄，享福去吧。谢谢，谢谢。跟你们接头的人，代号莫愁虎。两天后，保安局周末的舞会上，渴望一见。到时候，他会唱一首《夜来香》。雨花台，然后你邀请他跳舞。这就是你的调查，查了不到十个人。李处长，还不赶快向季馆长解释解释？季馆长，根据当时的情况，只查到了十个人，那份通行证是别人丢失的，再往下查，线索就断了。不要解释。我要看到成效，成效明白。其实李处长他们也非常非常的辛苦，这些日子没日没夜的调查。刘局长，这样为自己的部下开脱很不好。是，你是带过兵的人，从严治军的道理不用我教你。是。刺杀事件，中村将军很不高兴，你是有责任的。是，请转告中村将军，我们一定彻查此案。不过您也知道，最近中统、军统还有共产党闹腾得非常厉害。这种事今后绝不会再发生了。要是，但愿如此。我希望马上听到你的好消息。是。机关人慢走。你还站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查去！又被你挨了一顿骂。是，局长。看到可疑分子就抓。是。爹，找什么呢？是啊，你看见我那本《国学大词典》没有？我
西，不就在您手上的吗？这是上卷，我要下卷。嗨，在您自己桌上呢。啊？怎么了您？哎，靠你老子！不行了，老了。爹。啊。我觉得自从特使来了之后，您好像变得心事重重的。是吧？你想啊，两次行动失败，日本人的防范肯定更加严密了。再要下手就难了，重庆方面呢又等得不耐烦了。不是说戴老板又要派重要人物来吗？说了，可谁知道呢？派的是个青龙还是条彩蛇？但愿派一个能帮上咱的。愿你保佑我的孩子平安无事，愿你帮助我们父子俩逃离苦海。飞机喜欢吗？哦，飞机起飞喽！哇！卷卷，开心吗？谢谢妈妈，奖励一下，喝口饮料。
是申水军吗？对，是我。我就知道是你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在干嘛？我在给一个人打电话。那你找这个人有什么事吗？我想请他做我的舞伴。舞伴？什么时候？今天晚上。我的舞步有些长进了，是吧？看来你不仅喜欢中国的诗歌，还又增添了一个爱好。那我们跳一曲好吗？让我考察一下。来，金首长。现在，让我们最隆重的有请，由上峰派来我保安局的林科长、林依依小姐，为我们演上一曲《夜来香》，大家欢迎。Thank you.
谢谢卢局长。难得难得，唱得真好。谢谢。小姐，您快点。谢谢。林小姐，我代表我们机要处欢迎新朋友。谢谢金处长。嗯、谢谢。能否请林小姐赏光，混入我们去？好啊。卢局长，可以吗？好。谢谢卢局长。请。金子小姐，请。我们继续。